里面好像找到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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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挂了啊！挂，随便挂，随便挂。哎，可以，逛街了，不改色的逛街去了。哇，非常轻松。去消费去啊，娇娇消费去、啊。买点啥呀？买点。我们像那个。要集结打复仇者联盟那种感觉，我们这边就是一个跑男团。今天能撕一个人行。你看，你看，小苏现在已经开始活动了，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了，备战了，为你。好，咱们都活动活动啊。所以我就说，我只能最后巅峰对决，我跟你讲。哎，要把危险铲除，先得弄晨哥呀。不是你那个是什么呀？你们想不想撕晨哥？你离我近一点，你送给他们得了。都是防守的，都是防守的。咱换谁呀、啊？关键时刻也不好说。好像也只有李晨。但是不要在他们面前用这个，我觉得，就让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啊啊！这样，咱上去弄。好好。啊，他们怎么又走啊？哎，什么意思啊？他们去什么？用超能力去了。其实我刚才好几次想对周深下手。不，你得让他留着那个，让他们去耗别人去。你想啊，他俩换没什么意义。对，他俩还有一条命。但他俩换有意义。程程和白露。对。天哪，你们撕一下吧。我们可以撕，那我们撕谁呀、啊、你说。要不然你就撕他们呀、啊。不是，我们不动手，我们肯定谁我们都不动手。他们有一个特异功能叫苏炳添，你用不用？当然我们得用啊，那关键时刻我们肯定得用啊。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是把炳添哥召唤过去。我觉得，哎，晨哥，我觉得有可能是长得像炳添哥的一个人。上哪儿找的？到匈牙利了找长像他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会可以多一条命啊？对，他们是同伴。晨哥，动手吧。哎哎，啥意思啊？别找我们呀、啊，哥。为什么找我们？那他们都女生。他们呀、啊？他俩死活在那儿，求你们了，赖赖唧唧的，求你们了，哥，求你们了。天哪，炳添哥，让我见识见识你的速度。干啥？干啥？你刚才挑什么拨？啊，我们从来不挑。不是，我就瞎说，我让他下次不许挑拨了啊！错了错了，你这挑拨这事儿有点儿。他们要撕他们了都，快帮着撕！哥，求你们了。我觉得凯哥他们最舒服了，看他们两个在那里看着。他要撕了，就我们咱们俩就是整成这个，就显得咱们好像在撕，你知道吗？完了，他们就撕了。麻麻麻完了！麻麻麻完了！别闹狠。麻不麻烦？啊！真给你！啊！真给你！撕！大勋，撕了！啊！不打！你有病啊你！你这有病！你有病啊！沙哥怎么落单了？我们去撕沙哥。好。撕！大勋，撕了！但我怕陈哥他们突然出现。你们还有重赛呢！怎么？3、2、1！完了完了完了！3、2。
等一下，等一下，暂停啊！大勋，我被伏击了，又被他俩给伏击了。哎，怎么不用配功能啊？没等说呢。遇到危机时刻，喊出口号“亚洲飞人苏炳添”，即刻让在场其他人静止，自己获得9秒83的逃跑时间，该能力一共可使用3次。9秒83逃跑能撕别人吗？咱俩只能苟到最后，就有这个技能，咱俩能苟到最后，能走到第二名，能得正第二吗？能得正第二，就是跑吗？哎呀妈呀，哥，你正在那跟人家在那玩呢，我被人伏击了，一点也不精彩。我这离做饭也不远了，你快跟我们一队吧，还不认清局势。大勋，你好好活着啊！哎，功能啊，随时准备啊！咱们就得弄屯哥换这个。我觉得我们俩合伙在一起，说不定能死掉。他就真心的。反正我要向跑，这两个人他们跑了，快快快！不！我去，这张人员还刀一下。兄弟，炳添哥淘汰了吗？兄弟，成功了，我们这个两个人只能用一次，我给你用，给你用，哎，给我用，我还想上场，给我用，好，斯坦，用的是零零一，给你一标，给我用，我还想复活。魏大勋 out， 周深 out， 李晨 out， 来结束语，我恨你，我恨你们，爱你们哟，我恨你们，你被谁死的？白柱。你没特异功能呢？看热闹呢，忘了。甄元，别忘了，上面还有一个人呢。我们可以把对方的两个队员给换了，就相当于你撕掉白肉，就相当于把范丞丞给 out 了。对啊，现在等于还有两个你是吧？那我们结盟吧。我们结盟，我们撕白鹿，然后我们就把程程 out 了。炳添哥。只有我们了，他们结盟了，我们也结盟吧，就是我们六个了。那我们只能换他们俩，那用吧。用。喊出某某某某交换球衣吧，
即可指定一组搭档永久交换名牌，之后被撕掉的名字对应的成员 out。啊，就是让他们先交换名牌，然后撕弱的那个。弱的其实就把强的给撕了。白鹿范丞丞交换名牌吧。超能力交换球衣生效。超能力交换球衣生效。请范丞丞白鹿互换名牌。这好烂啊！你们这个好烂呐！我以为最起码能换一个人。你们什么技能吧？我那个太水了，这个感觉。用一下，用一下，让我看一下。展示，我们都用了。我们都用完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喊出口号，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可指定对方搭档其中的一人，原地加油跳拉拉操一分钟，期间加油成员不可以攻击或被攻击，该超能力可以使用暂时。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能力拉拉队生效。啊啊啊！请宋雨琦原地跳拉拉操一分钟，为你的搭档加油助威。你不是叫我叫你跳吗？那你们就三个人撕嘛。什么鬼啊！一分钟倒计时开始。好烂、啊。录音。好烂啊！你这个就趁现在，炳天哥。我师傅凯哥，你说。但你好烂啊！你为什么要我跳舞？我好傻啊！开心吗，哥？这个真的比我们那个还水，我真的是。顶天，联盟吧，联盟吧，结盟吧，把他们。他们最厉害。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四白鹿范丞丞 out。哦，对，走吧，走。没必要吧？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大哥，大哥们，大哥们，没必要吧？大哥，大哥们，你说东厂把超过一声军，撕个撕，范丞丞，你们使招了，使招了，大家，大家，超过一声军，什么东西？大家，大家，超过一声军，啥呀 ？Push， 不是 push。超活益生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超活益生菌绝对是最厉害的。喊出口令登场吧，我的超活益生菌启动，超能力可召唤六个超活益生菌协助作战15分钟，但益生菌不可主动攻击。他们不能攻击，但他们能控制他吗？不能。到底这个超能力有什么用啊？试一试。超能力超活益生菌生效，限时15分钟。哇！益生菌登场！哇！哇哦！哇哇！啊，这儿呢，这儿呢！哦，这是活性益生菌。来吧 ，push。Push，push，push。Thank you。Push，push，push。这也能撕？我跟你说，这也能把他们撕了，你信不信？这样更好笑。Push。这个拉拉队到底有什么用？白鹿 out， 白鹿 out。我 out 了，你还在？超能力交换球衣已失效。Fighting guys！ 啊，不行，虽然这样，我也不会说你坏话的。Fighting guys！Fighting！ Push！Osoy！Push！Push！Push！阿翠，阿翠，阿翠，
Push! Push! Guys, we lose. 范丞丞 out. 范丞丞 out. 气势拉满。告诉我，这个超活益生菌到底有什么用？到底用在哪儿呢？这个拉拉队到底有什么用？谁想出来这个超能力啊？我在那儿列队，这列队，这一个大个儿就这个站着，全是空档，一投一个准。先把你条命撕了算了。没必要，哥，真没必要。我那技能没用的，你看到？哎，你想不想看跳舞？你那个确实很有观赏性，再看一遍，你还可以、啊。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可以用。超能力拉拉队生效。什么奇怪、啊？还可以用啊！我这个技能没有用，只能看跳舞。我们俩先消耗他一条命，对，至少再有两条。对啊，两条命。是他，是他，加油，加油！哇，张真人加油！哎呦！杀人员还有一次跟苏炳添一v一的机会哦，对，他可以重来。我已经够本了，撕了三个，厉害，没白来，没白来。再给我两分钟，再给我两分钟。超能力重赛生效，请张真源和苏炳添进行一v一重赛。真源加油！刚才凯哥不在，我搞不过他。你要加油，哥，你可以的。你要不要再给我弄一个？我给你们俩加油。我不是那个、啊，你别走，真的有啊！你很无聊啊。来来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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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他俩！加油！加油！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加油！加油！我今天早上那个个人的那个，我选了跟你一队的。真的假的？加油！真的加油！加油！起来！加油！加油！起来！田大哥，干死！加油！哎呦，开除了！我！我小心小心！滑滑滑！我！哎我。张真源撕名牌第一堂课是我教的。你看啊，我架起来胳膊，他们有从下边的。这样，那我就很有。但是同时都有风险，我也抓住你。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跳起来，跳起来。我。哎我。哎没掉没掉。但是跳起来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跳起来未必能一次性就抓住。张元加油！找十个必要的，有精髓。女儿这一招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腾在空中。哎，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哇！
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苏炳添好像找到了。但是苏炳添好像找到了，苏炳添好像找到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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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累，不忍心。来吧，哦，张震员会不会绝杀所有人？哎，小心点。爆炸！真源，行啊，真源，你差点撕掉所有人，你已经很棒了，尽力了，行了，虽败犹荣了，可以了，已经很可以了，太牛了他，尽力了，你可能撕掉两位最强的一组，你这几招都我教的，最后全使我身上了啊，来吧，经过一天的鏖战，今天的 MC 最强联盟竞赛最终胜出的搭档是。干啥呀？啊，准备呢。喊名儿，一三九 club。恭喜凯哥、宋雨琦获得最终的胜利。Go go go！ 哎呀，这帽子连夜又做俩呀？什么？啊？怎么又是像倒水那个？啊！你手在抖，珊珊，这是你的手在抖。又是这个帽子，没有，你相信他，同一游戏不会出现两次的。有水哦，凉快了，有水了，真有水哦。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二项任务，奥运知多少？你不强项吗？那不一定，我是奥运会里面的小项，田径，其他项目我就可能不是那么理解。奥林匹克经过1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文化财富。北京也是全世界首座既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又举办了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北京，接下来就要看看各位对于奥运知识到底有多少了解了。我们这一项任务将分为两轮进行，每一轮都要由三组搭档参加。第一组率先出战的三组搭档当中成绩最差的那一组要进行第二轮的问答。搭档中一人为答题者，需要头顶水盆，戴上小孔眼镜站着作答，另一个人要躺在地上，听到题目之后可以看到答案库挑选觉得最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然后站着的人进行抄写给我确认，
率先答对的人得三分，第二名得一分，第三名不得分。但最后一题，第一名可以得四分。这程程有优势，为啥呀？他脖子长啊，他可调的角度多。我的脖子就是纸。来吧，加油！我们先看一下。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俩谁躺谁站？要不我先躺？不可以，那我来。看能看着吗？太能了。你再往这儿，我都能看见，我眼神非常好。这什么眼镜啊？感受一下呗。来，请裁判戴眼镜。什么眼镜？他那个眼镜是小孔眼镜。完了。哦。根本就不可能偷看得了。哇，这么小。这么小孔，这怎么看得见？完了，哥。我试试，你别着急，我试试。但我跟你讲，我的视力非常好，我是空军。弟弟，啥都不用说了啊。你就等吧。一清二楚，弟弟，一清二楚。不是弟弟，你先写诗都行。为你写诗啊？你就来吧。来吧来吧，九七加满。你说的啊？来，别，我这太满了吧？不满，你这比白鹿差远了。你这么温柔吗？哇塞，你这也太多了吧？这么难吗？什么意思啊？你看清了，你都不一定知道是啥，生哥。啊？还有英文？这是每一道题的答案吗？对，选择题不一定对，你还在里面选。好，知道了，知道了。来，中国奥运史上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项目是哪一项？等一下，先别看我，挑一个啊。你挑一个啊。这个，你放屁！我没说话了。你挑一个啊。这个，你放屁！我没说话了，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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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吗？这个吗？正确。你先别看，你先别看，你先别看。你看我，你看我。哇！哇！看我，你看我。哦。朋友，接着答，接着答，看我这个，看我这个，看，你看着吗？看不着。七啊！七啊！我的视力非常好，我是空军，你先写诗都行，一清二楚，弟弟。我就把这儿放开。弟弟，啥都不用说了啊，你就等吧。七啊！跳水，正确。跳水，他的小象多。我去，枪了，太可怕了！哇，你很欧式，太可怕了，枪了！你好适合这个背景啊，大勋。懂了，懂了，来，郑源，我们为了赢，我不管你了，你随便看。郑源的粉丝们，对不起了。请问东京奥运会4×100米的决赛中，把接力棒交接给苏炳添的是哪一位运动员？哇，这个应该简单。这你知道？哇，你快，我跟你同步，我跟你同步。哇，你快，我跟你同步，我跟你同步。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抢了，周深正确。哇。这儿呢，他看不见。刷啊！刷啊！这儿呢。刷啊！吴志强，不对，错误。什么情况啊你？等我们洗牌呢，等我们洗牌呢。这个，看我，看我。错误。这个。我对了吗？错误。错你四个答案，你错你俩。等一下，有一天我溺水了。满上，快满上。太可怕了。这里，这里，这里。嘉哥，正确。比赛开始。
男子四乘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第一棒是汤新强，第二棒金志业，起交加速，金志业第二棒节奏非常好，第三棒苏炳添强势的一棒交接完成，圆月弯刀苏炳添，怎么回事？我这个糖水呢？请用英文拼写奥林匹克。看我，看我。白鹿正确。听完了。周深正确。现在的奥委会主席是谁？萨马兰奇。那是以前的，以前的，那是以前的。怎么都知道？巴赫，巴赫，巴赫。没墨了，但是就是。白鹿正确。我一个一个来吧。快说，快说。哎，放那边，不许耍赖。你烦了。沙哥错误，你写错了宝。谁的？你上来，你知道？你看谁知道？谁知道？啊，这个，这个。周深回答正确。哦，最后一题，第一名可以得四分，我就一只眼睛了。郑源，我不要你的颜面，我要赢。来，请问，陪伴我们一季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它的特点可以写出两个吗？哎呀，我知道，常识，加油！这个，哪个？这个我没写完，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快写完，你快写完，没写呀，晶晶不算，都我没写完呢，还说出来呢。白鹿正确。哎呀，你们挺厉害呀！哎呦我，写完了，好喝益生菌，周深正确，咱也没零啊，没零。那我们这一组的题目就结束了，得分最高的是范丞丞白鹿组。第三名是沙哥和魏大勋，所以你们两位还要进行第二组的题目，准备了啊！咋办，哥？我先来吧，我先来是吧？你来答吧。立马写啊，凯哥，咱得拿第一了。我们先请裁判为大家更换题板。这什么？什么？太难了这回。哎，这回难了，弟呀。请问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球类运动是什么？球类是啥呀？等一下，错误。看烟火，看。苏炳添正确。大勋啊！我看看，大勋，我看看。沙哥要溺水了。大勋。魏大勋回答正确。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球类运动是羽毛球。哇，羽毛球这么快！请听题，请写出两位上过《奔跑吧》节目录制的奥运冠军的名字。冠军，必须得是冠军吗？哦，这我知道啊。看一眼，看一眼，我看一眼我。武大靖，哎，正确。哎，这里，哎，这里，正确。Nice。请问，在电影《超越》中，郑恺饰演的田径运动员郝超越在退役之后从事了什么工作？硬。苏炳添正确。你别教了，答案慢些。雨琦正确。我自己知道的。郝超越退役之后从事的工作是卖鞋。这个鞋店开了四年，赔了四年。苏炳添回家看了几遍我的电影。请问，第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年份是什么？哇，
哇，这是什么？哎呦！哎呦！一八七六，错误。啊，写不出来了。啊！看我这个，哥子。看我这个，哥子。哎，错误。啊！哇，这个难啊！再来一个，一八八八，错误。我，这，错误。一，一，一。一八七六，错误。九九六，九六。沙哥回答正确，一八九六，回答正确。哦，哦，接下来是你们的最后一题了，这题最后一题啊，赶紧休息。这么累啊，这个。追我！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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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视频里的内容是第二次球传给了谁？第二次球传给，别加了。请听音频。帕帕斯塔索普洛斯接球，他把球分给了帕帕多普罗斯，给到边路的霍莱瓦斯，霍莱瓦斯直传给萨姆拉斯，萨姆拉斯在皮什谢克的逼抢之下回传，这是给霍莱瓦斯，霍莱瓦斯尝试传给卡拉古尼斯，被奥布拉尼亚克抢断了，给到布瓦什基科夫斯基套边下底传中，中路包抄，莱万多夫斯基头球攻门攻破了哈尔吉亚斯的球门，球进了。谁呀？帕帕多普罗斯接球，霍莱瓦斯，帕拉斯，霍斯基托斯基，我完全没听见。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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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啊！错误！看眼我，看看眼我，看这里，错误，错误，这儿。这儿，刷啊！这儿，刷啊！我跟你讲，我的视力非常好，看着没？一清二楚，我弟弟。这个，错误啊！错误，看眼我，我这里。苏炳添回答正确。帕帕斯塔索普罗斯接球，他把球分给了帕帕多普罗斯，给到边路的霍莱瓦斯。苏炳添回答正确。我们对不对？我们对不对？雨琦正确。哇！nice， 结束了哈。耶！聊一天，我脑袋进水了，真的。哇！第一名是晨哥和苏炳添，所以晨哥你们可以获得三次查看别人 MC 孤立榜的机会。耶！那接下来就请两队到你们各自的备战区来决定你们出战的顺序。咱怎么安排啊？怎么安排？你上呗，你打样，你老玩。我先上。啊，我没概念。你们什么技巧讲一下？我没有技巧，我不会撕。好几年前撕过，没撕过，只是没赢过。我可以先撕让你们看。对。你一会儿我跟你说，我先上，你看他们对我有多狠，你们就知道了，就不用手下留情了。我的第一局板输，我跟你说真的，但我一定会努力的。哇，这么大！我们太大了，真的好想抽大卫大勋啊，怎么办？万有引力法则。让他无限靠近你，能不能给我练一下？我都忘了怎么撕名牌了。现在我们练。
跟我练有什么难度？我好久没撕过牌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准备耍赖，手长是最大的优势。我觉得，哎，要不然这样，咱们这么不知道自己这么塞进去，打开以后玩呗，也可以。打开一个是一个。我这样，我洗洗牌。你看我们多酷，这太商量了。我这样洗洗牌，对啊，有什么可商量的？没有什么布局的必要，主要是。好了，好了吗？太慢了吧，来吧。先叫一号两队成员分别是。呀哦，呀哦。哇！我们第一局。谁呀？魏大勋吗？是你吗？哇！稳拿一分啊！晨哥，请你蹂躏他。请晨哥和大勋来抽我们的特权球，两个是正常名牌的球，一个是大名牌的球。大勋大名牌，大勋大名牌，大勋大名牌。八号名牌，哎呦，咱们别说，还有可能赢呢！加油，哎，加油，大勋加油，你可以的，你不会输吧？大名牌，你呀，哦，妈呀，我大名牌，没事，这啥运气啊？你还怕大名牌？哎，那也，你摁住一下自己的名牌，这大名牌真的很好撕，很好撕。第一局，请准备。太大了，好大！再加开一点，再加油啊！哇，太激烈了吧！还没看啊，对对，还没开始呢，老师。还没看啊，对对。晨儿，你别轻视他、啊，我们要引开李晨的注意力。哇，李晨名牌好大哦，你那名牌太大了。左手，他被抓住了。大勋加油，越来越近。哦，哎呀，小心。抓他了，这也。我要回家，快点给我买票。我们回家了，拜拜。还好吧？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下次走，下手吗？看到了。真抠啊！那俩手就咔给抓住了，完了。下次这样子就开了，你这样怎么都抓不住。哦，接下来是我们两队第二组的出战成员，请大家揭晓。1、2、3。哇！如你所愿吗？请多指教。哎呦！沙爹，你能够着张长宁的名牌吗？沙哥加油！赢了吧，也没啥光荣，输了就更惨。主要是很难赢。我觉得我还可以暂时先不用回家。加油！这局要扳回来了啊！我们只能赢这一局，我们只有那一局有胜算。到最后只有晨哥一个人赢了魏大勋，这还不是冠军。加油！要不给他换一个？那你太弱了，你这我太弱了啊！对呀、啊，行。来，三、二、一，开始了啊！开始了。这我咋弄啊？弄好了，这真不好弄，对女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突然发现沙哥好娇小。先卡住，这我动不了啊！哎，然后呢？转！
啊，转晕转累，一直转，大哥马上就晕了。这是他们的策略。他们有招哎。一直转，他体能不好，马上就晕了。下课，下课。好险！拍他，拍他脑袋，拍他，拍他脑袋，拍脑袋。对对对，稳一点，稳一点。他太长了，对，就是胳膊长是最大的优势。狭路相逢勇者胜。拍了，拍了，拍了，拍了。胳膊真长，厉害厉害厉害，胳膊真长，他胳膊太长了，他还捂住了自己的，还可以去撕你的。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了一个什么画面吗？就那个长颈鹿在河边喝水。喝水。哎，刚才转那几圈有点晕吗？晕，可不晕吗？我也晕。你再僵持几轮，郝璇就要拍你脑袋了。拍，松手，保住了脑袋这次。接下来进入到两队的第三局对战，请两队揭晓出战队员。你们谁啊？深深。啊！金刚单臂举重一下，我们要以小博大，以弱胜强，暂停在这里吧，我觉得不可能赢的。你这会牌啊，你们不要浪费这个力气了。奥林匹克精神，你就突破自我，迎难而上，你就得大号，这个肯定的，我给你安排了，合适了，真的大号。正常完了，你别是个大的呀、啊，就他了，就他，你选他了，还轮得出来？你警犬啊，你是？完了，正常，大号，呀，大号，你选的那个，这不是我选的，人世间的喜怒尽不相同，有这必要吗？我们虽然想以小博大。人小牌大，请准备，三、二、一，加油！友谊第一，知道吗？握个手。哇！哎呀，声音很大，彻底疯了。没有手了，你上去。上去，上背，上不去。我抓他一个大拇指，我都抓不住。哦，深深没有力量。不用这么大力吧，对我。别听他的这些话，他在骗你。他在骗你，他根本就不疼。哎呀！被大师你太坏了。再过来，过来，过来这边。哎呀！欺负人了。真能演，真能演。抱他，抱他。疼！忘了他刚才一手50公斤的时候了吗？算了算了。哎，后边后边，站住后边！哎，后边后边，等一下，等一下。好，对，这是优势，这是优势。站起来。好滑，起。你不要过来，先站起来。深深，骑他，上去，上去。好哎，往上冲了，他很厉害，小巧玲珑啊，会窜，气势很强，真的。倔强，他不行了，他体能。不能让他歇，不能给他缓劲儿。哇哇哇哇！
周深很顽强，快回来再试，快回来，非常非常。很努力了，已经。很努力了，周深很顽强。刚才三十五十公斤又出现了，把你拎起来了。哎呦我都不好意思。很努力了，真的。我尽力了，真的啊，我都有点心疼了。接下来是两队的第四位出战队员。HR baby， 高廷举 ，Here，baby 好会死的，你小心点。baby 是元老级的，超级厉害的。好，你跟他呀？我觉得 baby 可以用了，可以用了。我能赢吗？你能赢，你能赢。你就那招，一手自己扶着。先抽抽抽，正常正常，队长。打不开的是不是大的？来，我给你了。打不开是大的。正常，太好了，我们用个特权不就好了？好，用，给他换大名牌。好，那我们兄弟队使用了自己获得的特权，将高廷宇的正常名牌换成大名牌。我就一只手。他一只手让你。你也一只手吧，好不好？你也一只手，好不好？你也一只手，这样你就一只脚，可以吗？你用嘴啊！请两位准备。加油加油 baby 来吧哎不是一只手吗咱那我放这不行吗啊这个想放背后吧咱都哎等会儿等会儿啊都行你要哪只手都行他们怎么还聊上了呢怎么突然有种拍偶像剧的感觉、啊、我们是比赛啊都抓住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妹妹，抓不住啊！他个高，可能不好意思。哎，没事。抓不到啊！抓不到，真抓不到啊！好，目前两队是3-1。你们第五位是谁？孟桃、蔡徐坤，花儿，你跟孟桃，你给我赢了。哎，不是，我跟小爆发一起也不行啊，爆发小王子，点豆越少越少。两位都是正常名牌，请就位。公平的竞技了，只能这么说了。加油，加油，加油！这局要是赢了，还有扳平的可能。哎，你的意思是，如那我就输一下，因为刘哥还没来呢。啊，你这句什么意思？太过分了，我就输一下。你别瞧不起人，我们前面虽然输了，但我们都尽力了。你最好赢。怎么的？嗯，我们怎么越说越像对面的人呢？加油，加油！来吧，哎，是这样吗？对，是这样。徐梦桃老师准备自己把自己撕下来吗？哎呀，我不行，我不骗你，我这整不了那对抗的，我害怕啊。啊，他是不是在用战术？他先把你放在高位。我给你了，要不然，那个刘哥，你靠你了。刘哥，我俩人撕吧，我不行，我从小到大没打过架。这样的，我俩看这20圈以后再开始行吗？要不你俩休息一会儿，下一组先上吧。这样，下一组咱在这儿吧。
桃，给我上桃。怎么上？这样啊。双手，双手上。但我怕他抓我，给我脖子勒了呢。你现在自己勒成啥样了？还人家勒你。哎，咱俩开始吧，来吧。快刀斩乱麻，来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挺灵活呀。对，保护自己。没有，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攻击，攻击。对。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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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我以为这场比赛是不会有激烈动作的，我也以为，没有想到，你最后运动员的，他运动员的态度还是，哎呀，不自主的出来了，用尽全力，对，有战术啊，他有战术啊。让让我吧，哎，让让我吧，选择啊，完了，我要跟白鹿了。打名牌，像我们刘老师抽的大名牌，我正常名牌。哎呦！哎呦！来。开玩笑，开玩笑，看着出场。哎，你们可以这样边做边撕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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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一把辣椒从嘴里，辣的辣。横店之光加油。哎，我有点晕的呀。对，先看这脚步的变化，脚步的变化，而且你确定你要这只手护着这个啊？那你这手被抓住你就没得弄了，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哎，这样也不错，你这样比较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有一种边教学边撕名牌的感觉。刘老师，我有你的粉丝可以跟我握个手吗？握手，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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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我抓到你的手了。快，快投啊！我们将也运动到了，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在意我们的健康，你太专业了。这个累还是本草纲目。没有，这个就是比较无氧的一个训练，其实很好。无氧啊，对，无氧训练很好。领队，你们队就你输了，我要是再不让你们一把，那你们怎么办呢？唯一一个输的是照顾你才给你当队长的。我是卧底，看不出来。太好了，再说一遍。第一项任务获胜的是冠军队，恭喜！本轮录制我们迎来了新的朋友，德云社演员秦霄贤。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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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秦霄贤。还有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冠军巩立姣。大家好，我是铅球运动员巩立姣。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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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听说娇娇有个技能，就是喜欢把别人当包拎。最常出门拎的是什么包？拎一下你啊！奶黄包。
这是抹茶包。抹茶包。紫的叫什么来？紫薯，紫薯。你来吧，你来配合展示一下。来，我来。也行，我来。这样。我挂了啊。挂，随便挂，随便挂。哎，可以，逛街了。不改色的，逛街去了。哇，非常轻松。去消费去啊，娇娇消费去、啊。买点啥呀？买点啥呀？可以可以可以。娇娇背包面不改色，这人就走了。一看这包，包是个老包啊，你看满脸褶。照娇娇这个状态，我觉得拎什么样的我们都不在话下，真的。你来一个，可以来个拉杆箱，但有点费屁股，行吗？拉杆箱，拉杆箱，我想看。你拉吧。预备走，叮咚，叮咚，钉上了，鼓了不好使，超重了，这拉杆箱鼓了不好使。超规行李，这样行吗？啊！我烫烫，我烫烫啊啊！烫我烫，哎呦，着了！啊，屁股后面俩刀，我就说有点背屁股吗？你看，欢迎大家来到兰州，现在我们所在的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边。兰州呢是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有着2000多年的建城历史。兰州城群山环绕，固若金汤，所以兰州也有金城的别称。可以说黄河和兰州的关系密不可分，黄河水孕育了兰州这座城市，也滋养了世世代代的兰州人。然后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来过兰州？来过。没有。没有，我们来过吗？呀，哎呀，朋友，你走错片场了。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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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哎呦，哎呦，下去了，哎呦，下去了，好款、啊！你重新再进一次吗？哎呀，这有一封信。这个黄河边最攒劲的人是谁呀、啊？什么叫最攒劲的人？那肯定是娇娇啊！攒劲的意思大概就是最带劲儿的人，最给力的。可以夸奖任何事物和城市和人都行。亲爱的陌生人，你好，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兰州人，我把收信地址写在了我熟悉的黄河边，也不知道谁会收到它。说起家乡，我最爱的就是那一碗牛肉面，只要7毛钱，7毛钱，那是以前的吧，就能吃上一大碗，面条筋道，汤头鲜亮，吃起来那叫一个攒劲。不知道30年之后大家还爱吃牛肉面吗？大家还愿意为一碗牛肉面大排长龙吗？这些问题我真的很好奇。今晚邮递员会来取信，期待你们的回信，此致敬礼，兰州市民马先生。几几年？1991年10月12日呀，30年前，你还没出生呢哈。说的还真对，是没生呢，还没出生呢。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兰州的风土人情，写一封回信来解答他的疑惑吧。耶、牛肉面。早说就不吃早饭了，你还没食节目了。哦，一上来就能吃饭啊？那开心吗？我觉得吃饭对于老秦来讲不是什么诱惑的事儿，你看这体型就知道。娇娇饭量怎么样？没有，关键是我吃过早饭了，所以说可能吃的不太多，也就5碗起步吧。5碗起步，我的妈！接下来就请大家前往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场地，莫沟岩牛肉面馆。哇，我还真饿了。走。我肚子都叫了。走。好，走。走了。一上来跟我就说，大家都说有任务。对啊，这肯定每个人都有任务。就这种综艺的没上过。你是第一次来这个吗？跑男吗？跑男我是第一回来的。我觉得跑男得用脑子。对对对，没啥脑子。
你这个先例打不太好吧？你这大林来完了之后，他这个是纯脑子，我来感觉有点丢人了，整不过他。周岩老字号，哇，饿了饿了。感谢微博奔跑吧超话中鲸鱼与喵等网友的推荐里选择了这家店。很多兰州人呢都会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开启自己的一天，甚至还会在早晨5点半在开店前就进店里坐着等着吃那个头锅，就是第一锅。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牛肉面，今天我们将在这里举行奔跑吧黄河偏杯兰州牛肉面知识问答大赛。本轮输的人要自掏腰包，以第一名的名义请150位兰州市民吃牛肉面豪华套餐。啊啊，见花献佛，你请客我买单啊。没带着，开始了吗？你上了个厕所吧？啊，你的任务是什么？我上厕所去了，哪有任务啊？那么紧张，一看就有任务啊！我还以为你这我最后一名，你们就完事儿了。今天绝对有人有问题，那就是你啊！嗯，你们俩呀。你别说话了，你们俩呀都暴露了，咱俩都暴露了，都暴露了，暴露吗？暴，绝。两名队员背对背，绕杆往返跑，最先碰到中央龙珠的获胜。抽签来决定挑战对手，分六组，每一组胜出的那个人晋级下一轮，再决出三名。那必须是丙天。若琪，我要你，我就选祖蓝。若琪，你选我呗。我觉得我有机会跑赢一个长腿。你就是遁地术是吧？开始，没了。他就从那个蓝柱子里出来。什么蓝柱子？人家一过来，从蛋里啪嗒嗒啦，蛋是我的。他是从那个柱子里出来了，超级玛丽。加油啊！加油！跟我跑。李晨、张国伟，请准备。等会儿我们要给李晨加个油。来，我的队伍呢？耶！一二三，我们队伍呢？你再来一下，再来，我的队伍呢？我不想跟他们一起了，真的。请准备。行。哇！国伟加油！斜掉了，斜掉了，陈哥加油！五，好快！哇！哇哦，快！哇哦，快！哇！呀！不要跟我跑！鞋掉了都跑得快，鞋掉了，我这是开挂了，哥，哎，他这样跑的，
不是，就看一下大腿，看一下大腿，来来来。哇！啊，那是我两倍啊！啊，这谁敢这么说？这不是你的吗？刚刚在下面说，他说我给跑男打个样。我这大粗腿，我可没说。我怎么，我给打样怎么输？你这啥意思？你要起飞呀、啊？请两位准备。将比赛开始，搭建全力跑，搭建的第一没有问题，世界纪录再一次改写，加油！哎呦，挺快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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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天哪！哦！哇！是吗？你还拐了个大弯，而且大靖全程是这样跑的。大靖其实走的是滑冰的路线，因为滑冰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弧度的，你知道吗？他走的是那个滑冰的路线。我看出大靖还是手下留情了，而且特别从容。大靖，他跑过的地方冰都化了。请第三组准备。这个就是将来好莱坞的电影了。好莱坞的电影。阿凡达对霍比特，尽力的跑，不要谦让啊！我尽力。朵兰，还好吗？就是我准备。准备。小步子倒腾的很快，哇，好长的腿，哇，我就看着两条腿在跑。我觉得我有机会跑赢一个长腿。哇哇，祖蓝，有机会，祖蓝哥。没事吧？没事。其实王祖蓝跑得很快，很快的。小步子倒腾的很快，非常快。我看到一个人抱着球向我发来了一个弹珠的感觉。我刚看到你的表情。接下来请邓超、何友军出战。超哥，加油！超哥加油！准备，加油！哦，所以这小碎步。加油！可以，可以！哇！加油！哇！哇！老年风范。哎哎，陈赫跑步了，看一下，路上可以捡到肉吧？大家看我跑步，这个是。真的好好保存下来这些照片，比较少有啊。baby 加油！加油！baby 加油！
好大的墙啊！居然没有掌声。赢女生。接下来，郑恺、苏炳添出战。这就来了，最快的男人。小猎豹，你就快到没朋友了，给你们看。郑恺、苏炳添准备，3、2、1。好快！哇！好快！何必呢？何必呢？天哪！我看见了什么？一道闪电。我觉得还是要给我们亚洲飞人留一点面子的。你在那里干嘛哭呢？那是汗，那是汗。我都吓哭了，真的太快了。好快！亚洲飞人名不虚传。第一轮比拼之后，获胜的六个人是张国伟、陈赫、苏炳添、王祖蓝、武大靖和何友君。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我输了还说得过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们是特地是来跟冠军商量好了，在这期节目当中给他们留下一个完美的画面。输的人为什么在这里说那么多话？要理解人，要找我一下。来，请晋级的六位成员前来抽签。我抽中龙了。何哥，你只能抽我啊，我是最慢的。那你选呗。嗯，让我们晋级的六人进行第二轮的比拼。首先有请陈赫、张国伟出战。哎，何哥，陈赫火焰，Yellow Fire。国伟，炒的慢一点，我炒蛋给你吃啊。Yeah, I love you。耶、yeah. 请准备3、2 I love you Yeah me too Yeah me too 出笑请准备3、2、1国伟哎I love you 出笑好长的腿呀、啊！郭伟，黄子回来，黄子回来。黄子无言。他的腿真的是一步两步，他跑步的时候就能看见腿，而且他看他跑，感觉他很不认真，但其实很快。步子大呀，你的腿不行了，完全不行。
大靖，赢了他，我跟你说，我就第一块是吗？你以后两块金牌，夏季冬季都用你。你就能从冬季转向夏季奥运会了。哇！你就从冬季转夏季了，真的。哦，我上那边，对不起啊。现在都是夏季转冬季，还没有冬季转夏季的呢。大靖有点紧张。啊，我主要跟冠军跑嘛。你也是冠军？哎，把冰刀拿来，只有踏上那个才有安全感。站起来了。卡地里了。要个世界冠军得了，你为了夏季还得拼。好想跟苏炳添比一次，他爆发力太大了，就完全是输在肌肉素质。他的每一次的肉和我们每一次的肉不一样，我们是酒肉。这他们已经是世界冠军的比赛了，接下来是看我们了。阻拦可以啊！可以！哇哇哇哇！阻拦如果扑一下的话，哦。这项考验反应力和速度感的游戏任务当中，获胜的三人是张国伟、苏炳添和何友君。为了鼓励大家，你们可以获得纯金的奖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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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的吗？哇，龙珠啊！再赛一次，加赛！你早点展示一下嘛，傻子会选苏炳添啊！恭喜获胜的三位成员，马上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龙舟训练，请。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三项任务的比拼，一对一撕名牌。撕名牌。运动员啊，都是，还有练散打的呢，朋友们。别怕，别怕。好的，好的，来。微笑，微笑。Come on. 散打来了。Oh,
请两队派出第一轮出战的成员。Baby 最前面，然后热巴。但我怕我会不会一下太野蛮？怎么样？我来吧。你来。好人了。你想先玩 ？OK。老板。加油加油加油！他们一直在看我们。加油加油！所以你一定要加油。现在，请两队亮题板，决定第一轮出战的两名成员。好啊。Romic Fight Romic 哇哇这下子差不多好紧张啊上面Be careful, be careful, be careful, be careful. 好，请准备。Ready, three, two, one, go. 嗯。该派能撕的了，我认为。对，我先上吧，我怕你们，我觉得强的留在后面，对吧？我先上。你先上。我又反正把你往后垫一垫。不是我，因为主要是他力量太大了，我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体型上没有什么太占优势的。没有任何优势。对。那没有难打的。接下来请两队派出。第二轮要出战的成员，第二题板 ，three, two, one, your face, your big disgrace. 斯柯达果然是斯柯达 ，Oh my god! This is no.哇哦
哦，他们两个都是足球。对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下，我输了无所谓了。不是，有的时候就完全不防守。OK， 一招制敌，小鹿，跳。哇！一招制敌。往后，往后，往后。一招制敌。一招制敌。不防守，一招制敌。你的快可以的。哇，好紧张啊！你不要紧张啊。别躲，别躲，没关系的。三轮的出战成员，就是还没上的吧？他是写，我不知道，我害怕。早玩起来，你们先来，你们先来，你们先来，你们什么？你们先来，你们先来，凯开呗，凯开呗。请两队亮题板 ，3、2。真的太亲热。Ready, go。你这个时候做出的决定，你要负责任的啊！啊，不不不。他们俩感觉在跳交谊舞。Kiss him. Me? He can't stand it. Kiss him.
竖起来。你跟他说你力量减，你跟他说你力量减，力量减。接下来请两队快出，第四轮要出战的队员。他手长啊，手长啊，有优势，别打到自己鼻子。进行第七轮比拼。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八轮比拼，下一个 Oh my god， 下一个我聊聊最后还是赶紧就爽快一把，我觉得下一个会很狠，下一把肯定特别狠，一定的。来我来吧，一定特别，一定狠，因为他们要赢。我觉得要先不过他们一定会扳回比分，缓一下，缓一下。对呀、啊，所以才要缓一下，他就把它撕掉、啊。也 OK 了，把它撕掉都 OK 了。不是啊，那你万一来个大爽碰到他，就一上去就打架了。好，对我怕下一个打架。不要打架。好吧，好吧，好吧。哎，总会有的。请准备。是那个哥们儿是最强的哦。
转不转，很不转不转。好了好了，不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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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请两队公布第九轮出战的成员。加油李晨，出战的成员。My brother. No, just again. Just again. N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o. What the fuck? No. What the fuck? Wow. 这是你自己选的路，贺。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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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你从来没有这么帅过，你从来没有这么帅过，你从来没有这么帅过。他拉不动他啊！拉不动，真的伸不过去。他知道你要过去，他要挡住你的手。加油，加油，加油！他知道你要过去，他要挡住你的手。伸不过去，他力量太大了。秒杀！等一下，啊，不怕。
太酷了。是啊。哈哈哎，太突然了。哦。就演了，你就演了。我和他打行吗？不行，不行。那你是应该挂上的。干什么？别跪，别跪，别跪啊！好吧，好吧，你这样对我，我不是这样对你，我看你怎么对我。太了解我了。弄他，好吧，双峰过来。
Best appointment on my vodka. 没关系，洋洋。这年比两个人加起来都要大。哇！哇哇哇哇哇！宝宝，你最喜欢的高尔夫球杆呢？宝宝，真的？宝宝，金手套，金手套送给你好不好？